方便面有459元，在乐华夜市能吃到些啥？哟，欢迎来到出动就是你们的动地。晚上五点先来乐华夜市吃，懂吃懂吃。我家79元升级成套餐，还不定期推出活动，玩到你手软。210元奶油兔酥打打面，让人吃到会发癫。下一站新年新炸冰淇淋，40元一颗香草口味，有没有西连心我不知道，只知道老板赚钱的精神非常好，我肯定下次会来报道。等等要吃甜，喝杯饮料先。你问我这么多人排队的原因，那肯定是因为这杯碳焙铁观音35元，还得配上富美地瓜薯条20元，这两样组合简直不要太节俭。那口感还真是上上又绵绵，章鱼烧我都吃阿婆，虽然只有阿婆，油有点多，不没关系，好吃到小 fellow 才是重中之重。50元有7颗，最后吃个鸟蛋当收尾，20元有7颗，那才真叫人。Motherfucker， 出多几福，大家到这边今天又是好值得的一天了。